Hey everyone, CC from Escape the Rumors. I'm really excited today because we're in Yokohama for the first time in Japan, and we're going to visit Dark Escape. They're a new escape room in the area, and we're gonna go check out what they have. They're actually located in the Chinatown area, so don't worry about food. Lots of food options outside, and then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 do have a parking lot. Follow me, and they're in the basement floor. Let's go. Two options here. You can either take the elevator to your left, or you can take the stairs to your right. CC from Escape the Rumors. 今天我们在 Yokohama 的日本，然后这边有一家新的密室逃脱公司 Dark Escape。我现在跟墨仙在一起，他是这边的 manager 加owner， 所以今天他会告诉我们大概Dark Escape 这边的话现在有多少个专题。现在呢，在横滨店这边呢有三个主题已经开设了。对，然后你觉得这个主题这个三个的话，哪一个是就是大众会比较多一点的？在日本的朋友们，他们更喜欢玩一些比较浪漫一类的解谜类，还有场景比较漂亮之类的这样的主题。我们的那个叫星空遗迹的奇幻冒险会最受欢迎，最受欢迎。对然后另外还有两个是什么？另外两个，一个呢叫做逃出地下牢，这个就更偏向于密室逃脱这个主题更加贴切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也是比较受欢迎。那还有一个呢叫做逃出噩梦的深渊，那这个主题呢就稍微有点恐怖的那种氛围。对，但是怎么说呢，对于恐怖之类的这类的主题的话呢，这也不是非常恐怖就是说对好像有什么人去追你，他没有追，但是呢我就会发现就是恐怖一类的话，它会更适合特殊的一部分的人群，在我们的店这里看来对，不恐怖的会更受欢迎，而恐怖的话指某一部分会更受欢迎，大概是这个感觉。所以 Yokohama 这边的话其实也是很多的日本人，但是也有很多的游客，所以你们这边的一些客人的话是一半一半，还是你觉得会多？因为我们现在店在中华街这一边，所以游客会占最大一部分的比例。而人群的话呢，就是情侣啊朋友们啊过来玩的人会更多一点。对，是这样子。所以你觉得像游客来讲的话，因为你们这边是日本嘛，那如果游客像其他国家来的话，对于语言问题的话有什么？我们的主题它可以选择语言去展开游戏。它会有英语中文和日语三种语言去选择。所以解谜的话是不需要知道日语的。对于解谜的话，不懂日语也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对，它是没对是它是没有那种必须要用日语用文字上面的一种谜题在上面，所以它是不会对于新手来说，不管你是哪一种语言都是没有问题的。对。Okay.像如果有游客他们有孩子的话，有一个这个年岁的这个规定吗？就是在我们会建议最少要六岁以上。对，六岁以上会好一点。就更小的话，那只能陪同，他可能就不懂是什么东西，大概是这样子。而有那个稍微有点恐怖的那一个主题的话呢，我觉得要初中以上
才能玩。小学的话可能会有点害怕，也试过就是、yeah. 进去里面太怕了，家长就要出来带他出来，可能就哭了，就怎么样子。对对对，我刚刚有听到有一些、mm-hmm. 小小的一些这个screening 对吧，他们在这里。然后像如果他们想在这边玩的话，最好是预约还是说他们也可以当天来？因为我们最好会建议他预约之后再过来，当然直接来店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突然来了之后呢，你那个时间段被人家预约了，那你可能就要等等一等。对、嗯、那可能等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可能就会有场。嗯，对。你们这边现在有想开新店或者以后的一些什么打算吗？有，我们的二号店会在东京都都内开展。嗯，二号店大概会在明年展开。会是一样的游戏还是什么？不一样的，新的，更好玩的，更适合日本本土文化的一些主题。啊，会比这边的大吗？会比这边的大，会比这边大，对，会比这边的大。你原来的话，你有跟我说过，就是说你们是其实是在广州有店。对对，我们的开发团队全部都在广州。啊，对。Okay.但是那边的游戏肯定跟这边又不一样，因为也是那边主要是在那边研发好了之后呢，推出了之后再复制到这一边、啊、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叫 Dark Escape， 名字还是一样的。对，名字还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们也可以去你们的广州店。对对，在广州店也是可以找到。好的好的，啊、那谢谢今天我们玩了他们全部的三个这个主题，所以到时候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 www.escapetheroomers.com 去看我们的这个 review，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你们看一些小小的一些初步的这个玩里面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外面怎么会可以来这个店呢，然后如果你们看我们 YouTube 的话会有一些解说。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